第九，目前 Adidas 的新取得领先，那你需要背包，你不要单打，再抓进篮板球，再拿到再出手，有了。把我们王浩天这个事情解决，他球队的主力。来，都快些，看我们出手的。主播，看到萧敬腾已经喘完气了，所以呢。 今天比赛，你觉得好玩吗？那个，我声音有没有放退一下？那刚刚你有没有觉得林书伟他速度快吗？不快，因为我现在有点累。所以刚刚林书豪有那个跟你喊话，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讲了吗？没有，苏豪哥，他说你很快，对，他说你非常非常的动作很快。我今天苏豪哥学习，对，要跟他学很多东西。 好，待会希望这个肖队长可以多多上场，好不好？希望喜鹊加油，加油！现在比赛的是19-10，这球王浩天在哪里射？他目前个人得了10分，个人得了10分，所以喜鹊篮球队目前非常棒的王浩天的是听起来这个林书豪率领这支球队，可以说是最大的劲敌。 对，球队得分当中，他个人目前拿下10分。底线这边出现大空档，卡密西亚之后没有进。篮板外线这边出手没进，篮板球被这边拿到。 李健这边出现了一个急刀，高大是出手进入。69号的彭博化上来之后，像麦克威、梅波如一样连续的得分。好，现在听台第二队的再次的换人，同样是来一个5上5下。 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9分45秒。对啊。现在比数呢是21-11，13，台湾的队现在是处于领先。哦。发现出手没进。上一脚裁判抓的是背号12号陈彦霖的阻挡犯规。 刚才去问一下林书豪，刚刚问什么 ？Why did you make that substitution？ 我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球员，我要给大家一个机会上场，所以我就是现在，请半场就是每5分钟就会换球员，然后下半场就看一下。这个喜鹊篮球队已经打了10几分钟了 ，How is this team？ 我觉得我们的队非常快，你看我们一直跑，一直跑，然后我们三个球很准，我觉得他们年轻有很多力气，所以队长的想法是以速度打败他们哦。对，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打得很快，然后希望他们就是会对下半场。那林书伟什么时候会再？